爸，你们先吃了，我上个厕所。马经理，你不会又不想买件拖鞋要跑吧？你这格局太小了，谁跑谁抢走。哎呀，开玩笑的，你瞅你，去吧，赶紧去吧。老板，你没人呐？至于吗？就一顿饭钱吗？这么大个老板还至于跑吗？不是，我们在包厢里呢。我正在包厢里，你没在包厢里。不是，你是不是走错房间了呀？你啊啊啊！啊有人这么尴尬，走错包间了。马经理，你把我们都想成什么人了啊？你上厕所上多长时间？我不就上了15分钟吗？是吧？得了，吃饱了咱走吧。哎，走，老板。走，我还没吃呢。走不走？快走。老板，我结账哈，那个刷卡。一共350。350。算了，我来吧，我这有那个，我现金。我不收现金。哎，我扫码吧，但是。今天扫码也不行了。啊。不是，刚才我看有人扫码来着。刚刚是刚刚，现在是现在呀。不是，你就说你能现金还是能扫码？刷卡。你别笑他，你刷卡。哎，老板，你的奶茶。谢谢小东，放点吧。啊，那个老板。嗯。30。嗯。什么？奶茶30啊？不是，小东，我白疼你了。你给我买杯奶茶还管我要钱呀？啊？不是，老板，这一码归一码，你这一天几十万的进账是吧？那我这小钱小钱。行。养家糊口呢。给。谢老板啊，我先走了。等会儿，咋了？我给了你50，奶茶30，找钱。啊，行，那，10、20、30，啊，找你60是不是？啊，60，我这正好有，来60。不是你这算的对吗？他不对吗？对啊。我拿过来。干啥？给你50对吧？啊。奶茶30，10、20、30，找多少？啊，80，我再给你20，正好也有，给你了。你怎么回事？天天的啊！你这时候怎么放心把公司财务交给你啊？啊，对，我下次注意啊，下次注意。注意啊！哎，去吧。哎，好。小东，给你100块钱，今天晚上加个班。等会儿，老板。啊？100块钱？你瞧不起谁呢？啊？我给你200，你加。嘿，300，你加。行哈，400，你加。不是小东，你啥意思呀？老板，昨天刚发的工资10000呢，我差你这3500的。1000块钱，你喊，接着喊。1000啊？哎，那我不喊了，老板，那我加就行。不是，你怎么不喊了？1000块钱那么多了，我加我辛苦辛苦，委屈一下自己啊，老板。行，今天往我加班，放心啊。不是你。哎，你这样，咱俩把明天的加班费喊了。明天呢？那行，那你先喊。1000。行，成交，老板。你喊呀！我不喊了，你手里都没有钱了，我给你喊啥？那啥，行，老板，放心吧，保证完成任务啊！忙去吧。不是你喊呀！快去忙去吧！啊，拜拜，拜拜，老板。下一个面试的。哎，你好。叫什么？我没叫啊。不是，我问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我姓秦，叫艾德，你可以叫我秦艾德。啊，秦艾德。啊，对。啊，你也可以叫我小名，叫男朋友。名字挺好听的，马经理。你有什么优点呀？我妈让我出门悠着点。那你有什么缺点？你我缺点钱。不是，你我觉得挺好的，马经理，就你了，就你了。哎，好嘞。哎，等会啊。我们这个工作岗位是销售岗位，你有什么技能啊？我既能吃又能睡啊。你这份简历不足让我眼前一亮，你知道吗？哦。那现在亮了吗？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来，你把这个手机卖给我。这个手机吗？老板你要吗？
我啊，我不要。那我装装。你给我回来！咋了？你就不录取啊？我觉得挺好的啊，多机灵的小孩儿，而且没看见吗？这可是零零后。不是，就你了，被录取了。还有事吗？今天上班吗？啊啊，可以。四楼吧。来，大家把手里活放一放啊！老板有话就说。我就说一下，等会儿，我有个事先说一下吧，老板。不是小东，我现在开会呢，你干嘛呀？就是，不是，这不正好开会吗？所有人都在，我就把这个事挑明了吧。就是我跟马经理同时进了公司，凭什么他现在是经理啊？这就不说什么了。再说他凭什么比我高10000块钱工资啊？马经理一月10000多，不是那么高呀？对，他就10000多。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马经理为什么工资比你们高。马经理，我们公司那份合同。行。看着点学着点知道吧，认真学。喂，三舅啊，我们公司那个合同什么时候签？哦，一会儿就来签是吧？有人呗，就是。行，好嘞，老板，一会儿就来。厉害啊，搞定，知道了吗？不是，就这是吗？谁还没个亲戚是不是？看着，哎爸，那我们公司那房租找4-5万吧。你这对，你是不学好是吧，小东啊？怎么了？来电话吧。喂，叔，哎，啊，房租涨80000呀？哎，好，现在知道了吧？走了。哎，东，走你啥？我欣赏。哎，完了完了，又迟到了。那老板，小东，你是猪是吧？你天天迟到你。小东，不是那。哎，等一下，我问一下，你们谁是小东啊？啊，那个我是，你是啊？啊，我是隔壁公司的，你别录用了，现在跟我走吧。哎，等会儿，隔壁公，你上我这儿来挖人来了？就是，你我长胆的。不是我还没离职呢，你先回去吧。你没离职，那就问你老板什么时候能离职啊？不是，问老板，我告诉你，他是不可能离职的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就是，你们家老板啊，啊，像他这种人才，早天离开这公司，早天脱离苦海，跟我走。不是，你什么？苦海，你说谁脱离苦海呢？说谁呢？走不走是人家说了算，像他这种人才到我们公司才最好的归宿。他只要过来，我给他15000。15000，天哪！我给20000，我以为多少钱呢？20000，我们给30000。30000，5，40000，50000。行，算你狠。哎，不是那个老板，那个我40000就行。我回来，40000就行。给你拿着，我新承包的工地。去搬砖去。啊，跟他说。让谁？老板，没什么事，我也先忙你。哎，小东，你是在公司好好干，公司答应你的待遇。分分钟都跨进梦，跟他拼命。